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一观念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直到400多年前，一个意大利人的出现，他用一幅自己彩绘的世界地图，让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重新认识了世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便是这幅古老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它的主创者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名叫利玛窦。这位意大利人于1583年来到广东肇庆传教，在此期间，他绘制了一幅拉丁文版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将这幅世界地图挂到了他在肇庆建立的教堂内，希望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好奇。然而，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看明白地图上这些奇异的文字和古怪的图形。但是，肇庆知府王盼却对这幅世界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中国，人们对于地理的认识十分有限，尽管早在14世纪末。大明王朝就绘制了《大明会一图》，描述了东方人想象中的世界。10多年后，明代建文帝又命人绘制了《混一江里历代国都之图》。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注重于实际考察，所掌握的地理知识更多的来源于1000多年前的《尚书》和《山海经》。这些古代著作对于世界的描述，通过科举考试继承下来，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深信不疑。肇庆知府王盼被眼前的世界地图所震惊，尽管他依然对这幅地图抱有将信将疑的态度，但还是鼓励利玛窦创作出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只不过新地图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利玛窦按照王盼的要求，将本初子午线由地图的中间移到地图最左侧，这样大明帝国便位于地图的最中央了。王盼把这幅地图命名为山海舆地图，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1601年，利玛窦获得批准进京朝见万历皇帝。为了更好地取悦这位古老帝国的皇帝，利玛窦决定重新创作一幅更加完备精美的中文世界地图。作为一个外国人，利玛窦对于中国地理的了解确实有限，虽然有了上一次绘制中文世界地图的经验，但是自如地运用汉字标注对于利玛窦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好在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官员为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据史料记载，李之藻30岁时曾收集资料，独自绘制出全国地图。这一次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绘制出了新版世界地图，也就是《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颠覆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虽然他将大明王朝的版图放在了地图的最中央，然而这幅世界地图依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便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所持有的天圆地方说。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以及托勒密等人便提出了地圆说。16世纪，葡萄牙人麦哲伦的全球航海进一步证明了地圆说。然而在中国的明朝，人们只有天下观，却还没有形成世界观，也就是视中国为天下，为海内，为六合，而是天下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并且人们坚信自己生活在一块巨大的方形土地上。甚至到了清朝，官员杨光先仍然在一篇名为《不得已》的檄文中对地圆说发出了激烈的质问。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下方的人会怎么样？天下之水高向低流，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中的海水如何不向下淌？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玛窦感到有些不安，他担心万历皇帝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地图。然而没过多久，利玛窦就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万历皇帝命宫中的太监开始临摹地图，可见万历皇帝本人对地图十分喜爱。
虽然万历皇帝对坤舆万国全图十分喜爱，但是帝国的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万历皇帝死后，坤舆万国全图的原版便也渐渐不知流落何方了。直到1922年，这幅地图的临摹版本在北平一个不起眼的旧货市场被发现。今天这幅临摹版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由于原作遗失，这份临摹版成为了国内唯一的样本。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临摹版《坤舆万国全图》，长3.8米，宽1.92米。地图开头是用毛笔题写的图名“坤舆万国全图”六个字。古代用乾坤代指天地，其中坤表示地，舆的本意是车底座，延伸为承载万物。古人把地图称作舆图。坤舆万国全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对于中国的描绘十分细致，超出了对于其他国家的描绘。图上标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省份区域，不仅如此，它还详细地描绘了中国一些主要的山川与河流。与今天的世界地图相比，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在地图上加入了大量的注文，介绍世界各地的不同自然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五大洲当时的译名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知识谱系中，大西洋、地中海等名称也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晓。世界的面貌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渐渐清晰起来。明朝后期，坤舆万国全图又流传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当时整个亚洲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坤舆万国全图只是中国人从天下观转为世界观的第一步，然而在踏出这一步之后不久，便遗憾地止步不前了。明朝后期的昏暗统治以及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当时的中国再次陷入了天圆地方的井底。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里地上长城，地下冰城，蜿蜒曲折的藏兵洞遍布机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谓我国最早的地道战遗址和原型。这里是长城防御体系中仅有的将长城、城堡和地下藏兵洞紧密联系在一起，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